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，很深的感触是，我们的社会暴力容忍度太高了。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、不能忍受的这些事件，它的根源都是我们的社会。刘淑琼老师是长期深耕保护服务领域的知名学者，成果斐然，影响深远。他结合国际趋势，研发出台湾儿保案件的安全与风险评估工具，早已是当前儿保工作的重要依据。他在中央接受咨询与倡议，写下台湾儿保立法新业，领军 TAG 网站，成为亚洲第一个反暴力数位学习平台。大无畏找解方，堪称是所有保护工作者的典范。